救命之恩呐！哎呀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！大当家的，如果您真想感谢我，就把您劫走的那一些盘尼西林分给我们一些。盘尼西林？那东西没在你手里吗？大当家的，如果您要在我手里，我还能来管您要啊？ 哎呦，我们抢回来东西还真是不少，有军靴、帐篷，乱七八糟的好多呢，就是没药。大当家的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山上的重伤员还等着这些药救命呢。关队长，我明白了，你以为我在撒谎呢？我也急等着药用。我们家三龙得了肺痨，我就靠着药来救他命呢。 这现在也没有啊，这不知道药在哪儿啊？关队长，这个药真的没在我们手里，真没在你们手里，那就奇怪了。这些药你们也没拿，我们也没拿，哎，到底去哪儿了呢？是啊，这他妈药到哪儿去了？ 咋了？没有这个药，我这台阶怎么下呀？还得继续装病，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其实要我说呀，就你就跟大当家的实话实说呗。不是，你看我干啥呀？我这话说的有毛病吗？他娘怎么不早说呀？现在狼掉下山了，我爹又带着人去劫守备团的汽车了。 死了那么些个兄弟，我现在跟我爹说实话，说我这病是装的，我爹一发火，他能把我给崩了？不是，你说龙爷，当时要不那么说，你也出不来呀。你现在又说不装，你让我咋办？咋办？装呗，装一天是一天。对呀，其实我觉得你前些日子装的挺好的，就有时候看你咳嗽那劲儿，哎呦，我都心揪揪的，特别像真的。都怪你他娘的给我出的这个馊主意！ 多少龙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这事儿我要是收不了场的话，你他娘的得给我赔赃！哎呀，啥事儿都怪我。龙儿，咋回事啊？没有我的话，你还敢回来？娘。 老二，这回回来有要紧事儿。娘，你别这么凶。兴许老二是帮咱们大忙来了。是社亏员叫你回来的吧？是社亏员让我回来的。药拿来了？没有药。啊？没有药？没有药，你回来干啥？我就是回来告诉你们没有药。我还以为社亏员发善心了。 叫你回来给我们送药了。哎呀，娘啊，他发善心也没有用啊。那个头上你们没听到啊？那个瞪眼岭那边的叮咣一顿枪炮声啊，听见了，咋回事啊？那个守备团的物资让人给劫了，那箱药都让人给劫走了。劫走了？嗯，谁劫的？那到现在还不知道。这不坑人吗？你说。哎呀，药要是不被劫走的话呀。 社团长要是发发善心，兴许还能给咱们一点。老天爷呀，又没指望了，我的杏儿啊，我的杏儿！嫂子，你别哭啊，有办法。啥办法？快说。那个社团长分析啊，这个物资肯定是让游击队给劫去了，咱们要是帮着把游击队给消灭了，把药抢回来，山杏不就有救了？喂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不是娘，我又咋的了？ 你要消灭游击队，你三弟是游击队，你想消灭你三弟啊？那个该消灭就得消灭呗。我去消灭你！你咋这么不讲理？娘，别生气！娘，那个臭孩子，别生气。
我告诉你们啊，家里以后再有啥事，你也别找我了啊！就是你们都死了，我也不管。老二，你咋的？你咋的了？娘，你咋的呀？你娘，作孽呀！娘，作孽呀！娘，别生气，娘，作孽呀！ 你还可恨啊？你看你不挺关心我的吗？哎，你关心我，你昨天对我那样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让我下不了台。昨天那是有事儿。你能有啥事儿啊？咋的？我就不能有事儿了？我又不是这牲口，赶一鞭子就走，给个草料就高兴。你说你这人怎么气性那么大呢？ 丁大明，我发现你现在对我越来越横了啊，动不动对我吹胡子瞪眼。我什么时候敢吹胡子瞪眼了？你是官家大小姐，我们是下人。哎，我说的那是气话，怎么一个劲儿跟你说都说不明白呀？明白，不明白也得明白。我跟你说，丁大明，我说的就是真的，不是气话。你走吧，滚，现在就滚，滚出我们家。哎，你。 别拦我，我有事儿。这样，丁大明，你放了天了你！该死的丁大明，气死我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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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山杏啊，你好歹看开一点啊！沈姨听到这事儿啊，沈心里也吓一跳啊。可你说咋整啊？那既然得了这个病，那就是这个命啊！我得啥病啊？为啥要挺住啊？啊，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我知道啥呀我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啥事儿没有，啥事儿没有。你接着哭，接着哭啊！我先回去了啊。你等我一下，哎婶儿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呀？没呀。你刚才说我得病了，我得啥病了？我说了吗？我没说。你说了呀。你不咳嗽呢吗？婶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得啥病了？我真不知道啊，你别问我了。哎，婶儿，啥病啊？我的命真苦啊！我这么好的大闺女，恐怕就留不住了。老天爷呀，你帮帮我吧，救救我的心儿吧！哭哭，我这个心听见了。你哭就能把病哭好？哭两声吧，不哭心里多憋屈，我都想哭，我的心。多好的闺女呀！娘，你哭啥呢？娘，啊，我最近着凉了，哎，有点淌青鼻涕。奶，你咋也眼泪巴叉的？啥眼泪呀？这个香炉虚呀！行了，你们都别瞒我了，我二婶刚才都说漏了，
我是不是得痨病了？不是痨病，杏儿，不是痨病。爹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瞒我？我这是不是痨病呢？你说。你不是，你不是。行了，行了，都这时候了，别瞒孩子了。娘。杏儿，奶奶告诉你，你得的是这种病。就知道，行，早别给你们传了，娘子。爹，你快把娘和奶拉走，我别给他们传了。咋就得了这个病？这是咋了？嗯，这个药啊，这个药是西药是肯定的了，可是是什么药俺就看不懂了。那他会不会是盘尼西林呢？盘尼西林俺也没见过，这上面全是羊字码啊，俺看不懂。陈先生，咱们镇子上除了你还谁能看懂这个药？这个镇子上啊，没有人能看懂啊。你要是想弄明白的话呀，你上城里医院去问问大夫去，那里有西医的大夫，他能看得懂啊。啊，行，好，谢谢陈先生啊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爹，爹，爸，爸。娘，你在屋里干啥呢？快把门开开！那杏儿，杏儿，你可别吓唬奶奶啊！快打开门，让我们进去。小杏儿，小杏儿，把门开开，把门开开，别吓唬我们。你们都别进来！我要是得肺痨了，我就自己死，我不能传染给你们。小杏儿，你再不开，我就砸了啊！小杏儿，别害怕，小杏儿，别吓着他，别吓着他。办法，该想的办法都想了，哪还有什么办法？民间就不会有啥处方吗？哎呀，娘啊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有个土办法。啥土办法？我娘家村上有个王铁匠，他姑娘得咳嗽病，眼瞅着咳嗽，口都不行了。后来听说找个男人给冲洗，哎呀，给冲好了。冲洗咋冲啊？冲洗就是，找个男人跟姑娘结婚。净出馊主意，那找哪个男人跟陕西人睡觉？男人还不好找啊？这种事儿叫个男人都愿意干。男人愿意干，那陕西人愿意干吗？
就山杏的性子，还不得把那男人给打跑了？就你这个蠢老娘们，净想馊主意。那你说，你说，你说个主意我听听。你说个主意我听听。我上哪找主意去啊？就是、我现在也没办法。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。什么冲喜不冲喜的，我倒不咋信。不过，山杏得了这种病，他是活不长了。你说孩子来到人世间一趟，临走的时候连个婚都没结过，太亏了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就借着冲喜这个说法，就让他和大命结一次婚，也兴许这招好使呢。就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就怕那丁大命沾上咱们姓呢。你说现在都啥时候了啊？两个孩子好一回，总得是随他们的心愿吧。行了，这事儿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咋又哭了呢？完了，这回可真完了。啥完了？到底咋回事？你说话呀！丁大命要冲喜了。冲喜？哎，啥是冲喜啊？冲喜你不明白啥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真不明白啊。冲喜就是男的和女的，男的和女的。哎呀，这男的和女的咋了呀？洞房。男的和女的入洞房？哎，谁跟谁入洞房啊？上火吗？凉不凉啊？有点凉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咳嗽几天了？刚咳嗽。啊？那个，你是胡大夫？是我。你来看病啊？我不是来看病。不看病，你来我这儿干啥？胡大夫，我想问你点事儿。说。前几天你是不是给一个叫山杏的人看过病？你啥意思啊？我没啥意思，我就问问。他得的真是痨病啊？是啊，是痨病，是我亲自给看的，还能有错吗？那我想问一下，痨病什么药能治？盘尼西林。哦，胡大夫，看这个是不是盘尼西林？你从哪弄的这个？你就别管我从哪弄这药了，你就告诉我，它是不是盘尼西林？好小子，我去要的就是有你这种药的人。走，跟我们去宪兵队。走，走，咱好好说，别帮我看什么好好说，走，好好说，走。哎，喊什么？我不喊了，不喊了，不喊。你去什么宪兵队？不去了，不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想一天还吃三顿饭，你跟我好好说话，啊。好。你要是不想吃我，你把我捅死。好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我刚才给你看那个，是不是盘尼西林？是盘尼西林。咋用啊？肌肉注射，什么注射？就是扎针。往哪儿扎？臀部。我一刀我捅屁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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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屁股就是臀部，这就好好说呗。哎呀，屁股就是臀部，他臀部就是屁股，他俩是一个地儿啊。一个地方俩名啊？咋着？我教你。啊，行，那你现在教我。啊，现在教，现在教。啥？让丁大命去冲洗？哎呀，这小子也太有福气了，啥好事都让他干上了。这是啥好事啊？这还不是好事啊？人山杏黄花大闺女，你长得多俊啊你！你可别忘了，他可有痨病。有痨病咋了？娶了媳妇儿死了也值啊！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哎呀，大丫，我跟你说啊，男的都这样，你可别跟我说了。你这一说完，我这眼睛直发热。凭啥呀？啊，山杏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人家多水灵，凭啥让丁大命去给她冲洗呀？你臭不要脸！威虎，你不整天嚷嚷着想跟我好吗？啊，怎么一提到山杏的事，把你急成这样啊？别生气，你坐坐。我这不也是为丁大命着想吗？他真去冲洗了，命不就没了吗？值不？你刚刚不是说娶了媳妇儿死了都值吗？我那就过过嘴瘾。你还不了解我呀？你想娶了媳妇儿就死了？我才不干呢！怪不得你叫鬼火，鬼话连篇，不知道哪句说的是真的，哪句说的是假的。我这句话肯定是真的，和沈星这样的女子成为夫妻。死了也值了。是，是，请军座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找到线索，破获潘尼西利案件。进来，潘座，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说是县城胡大夫，叫他进来吧。进来。长官，你什么人啊？长官你好，病人姓胡，是城里医院的大夫。我这儿有一个重要的线索，城里的宪兵队让我来向您报告。什么线索？说。咋的了？等你呢。等我干啥？哎，你饿不？这不废话吗？颠一下午了。走啊，我请你吃馄饨去。这么好心？不像你啊！啊，走，吃馄饨去。这个人有20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国字脸。他眉毛还挺重。哦，最关键的是他提到了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山杏，山杏，李副官，啊，是不是你要娶的那个媳妇儿啊？对，就是官家大小姐。说出山杏人会是谁呢？团座，我怀疑是丁大命。为什么怀疑是他？首先，这个丁大命啊，一直对官家都是忠心耿耿，而且他一直对山杏有意思。为了山杏，他啥事儿都干得出来。这也说明不了，找胡大夫的人就是丁大命。刘副官，去把关仁才给我找来。是。哎呀，大混蛋！哎呀，大混蛋！就一碗啊？请你吃啊？这不俩勺吗？我喝点汤就行。哎呀，你这么抠啊？我对别人不抠门啊，就对自己抠。你是这样人吗？你看，
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我吃了。吃吃吃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嗯，你不喝汤吗？棒棒棒！好吃吧？嗯。哎，嗯，你说咱哥俩处的像不像亲兄弟一样？那肯定啊，你都请我吃馄饨了，咱俩肯定亲兄弟。别老说这馄饨，你就说咱俩近不近吧。哥们儿，嗯，你啊，有事儿说事儿，啊，馄饨我都吃了，你别拐这么大弯，好不好？大明，既然咱俩是亲兄弟，有些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。要不你小子得上当啊？啥事儿啊？咱们东家一直怀疑你对山星不死心，他想考验你。这事儿我知道。那他想咋考验？咱们东家想假装让你给山星冲喜。冲喜？冲喜啥意思？我真不知道冲喜啥意思啊。冲喜你都不知道啥意思啊？真不知道。冲喜就是和山杏结婚，啥？拿这事儿考验我？可不咋的，你说咱东西多损呐！啊？哎呀，后来我想想，也就拿这事儿才能考验住你。大明，你可别上当，要答应就得让你卷铺盖走人，你就上当。哎呦，桂花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呀呀，真是亲兄弟。是的，他必须是兄弟。刘花，你俩心眼突然变得这么好使啊？啊？刚才门口堵着我，现在请我吃馄饨，你是这样人吗你？刘大兵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？我问了是不是亲兄弟，我才跟你说的。咋不信是吧？爱信不信。哎，你生气了？能生气吗我？行，我信了啊，我信了。桂花，这事儿确实是真的吗？大明，这事儿绝对是真的，我就是编，也编不出来呀。团座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丁大命。是不是丁大命，我们不能猜测。让胡大夫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对，是不是找我那小子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嗯，想办法把丁大命调出来，让胡医生辨认。团座，去把丁大命抓来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？对，我去把他抓来。不行，那样会打草惊蛇。还是想一个稳妥的办法吧。什么办法呀？团座肯定有好办法。你看我干啥呀？不，你眯个眼睛，不，你瞧不起谁呀？关队长说的对，团座当然有好办法了。有没有好办法用你说呀？你们俩手蛐儿手掌，见面就掐。团座不是我掐他，每次都是他先掐我。团座，他不属蛐蛐，他属狗，逮谁咬谁。我就属狗了，就咬你了，怎么的？就咬你了！你们俩严肃点，办正事吧。是，是。行啊，冲喜有没有用啊？咱就不管他。我知道你喜欢大明，借这个机会就把你俩的事儿办了，啊！奶奶，那要是我把病传染给丁大命咋办？换了我是大命，要是真喜欢你，
传染了我也愿意。奶奶，我听你的，只要丁大命愿意，我就愿意。好，我这就去跟你爹跟你娘说。娘，咋样了？山杏同意了。他同意了？同意了咋的？你好像不乐意呀？哎呀，我的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。哎呀，你就别不是滋味了，有病乱投医呗，万一要冲好呢？这个穷小子，便宜让他占大了。行了行了。那山杏都同意了，你还嘟囔个啥呀？那闺女都给人家了，你还丧丧个脸，哪本哪利呀？行了行了，我不嘟嘟了，我也不丧丧脸了。一会儿去找丁大命去说。我去说？你不去说谁去说呀？这种事儿我和山杏娘能说吗？就是。行，我去说。哎，你好好说啊，别吹胡瞪眼的，把大病吓着。我知道，用不着你教我。这个真是盘尼西林呐！啊，城里医院的胡大夫跟我说的，这个就是盘尼西林。哎呀，大明啊，你可真行啊！要是这个盘尼西林这个药给山杏的病治好了，山杏就得更喜欢你了。老关家一家的人都得感谢你。嫂子，啥感谢不感谢的？能把山杏的病治好啊，比什么都强。大明。你跑哪儿去了一下午？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啊，办啥事儿啊？我三大爷病了，我去看看去。坐吧。坐下。哎，东家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东家，你们要不方便，我先出去。刘爷，你别走。坐哪儿？大明啊，哎，山杏病了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这病了就得治啊。是啊，病了就得治啊。你说咋治啊？现在说那个盘溪那个什么林，咱也弄不着啊。你家没来之前啊，问我嫂子也在这说着呢，没为这事儿着急呢。啊，嫂子，是听说那个药不好弄，再不好弄，咱也不能等死。山杏的娘呢，就想出一个土法子，说只有这种办法能治好山杏的病。啥办法啊？就是想让你给山杏冲洗。冲洗？啥叫冲洗啊？冲洗就是。咱们东家一直怀疑你对山杏不死心，他想考验你。
这事儿我知道。那他想咋考验？咱们东家想假装让你给山杏冲洗。呀，不行，不行啊，东家，这事儿我不能干。你咋不能干？大命，别把话说的这么死啊！曹子，你别说话。东家，我不是跟您说100回了吗？我对山杏啊没那个意思，真没那个意思。而且我也跟你承诺过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娶山杏，所以这个事儿我绝对不干。你爱找谁找谁。大命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爱找谁找谁呀？东家就求你这点事儿，你这一个不干俩不干的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要是把山杏娶了，这是天上掉下一个大元宝，咣当就砸你头上了。嫂子，跟你说了吗？你别说话，别说话嘛！丁大命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这种好事别人摊都摊不上，你还往外推？你跟我就实话，干还是不干？干，干，说呀！东家，你要听实话，我不干，肯定不干。山杏的命你也不想救吗？东家，我想救山杏的命，但是这个事儿我肯定不能干。好你个丁大命，以前你说我对你有恩。现在关键的时候，你拿我的把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、丧良心的东西。我算是瞎了眼了，对你这么好。哎，东家，你别发火啊，东家，你看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跟你承诺过吗？啊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娶山杏。现在是救命，这救命有别的办法啊？反正这个事儿我肯定不能干。你想干我，又不用你了，白眼狼。东家。你个死大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疯啥疯啊？我没疯。你没疯，你咋不同意呢？你是不是怕山杏的痨病传染给你啊？咱们现在有药了，有了盘尼西林，你把山杏取了，咱们还能把山杏的病治好，两全其美的事你不干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现在就去找东家去啊！你说你愿意何妨？去，快快去！哎呦，去呀！哎呀，嫂子，你不知道。东家拿这个事儿考验我呢，考验你啊！东家不是一直怀疑我打山杏主意吗？这鬼火告诉我的，说东家拿这个事儿考验我，看我对山杏还有没有意。如果我答应了，那就上东家的当了，东家就让人卷铺盖卷走人。你别听鬼火瞎说，东家怎么可能拿这么大事考验你呢？你在这儿啊，我现在就去问问东家去，我去探探底。哎，大嫂子，你可千万别去啊！你放开我，我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哎呀，嫂子，我求你了，你丁大命，我听说你不愿意跟我冲洗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个臭长工，你还嫌弃我？本来我奶奶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答应了，可是我害怕把痨病传染给你，我又不答应了。没想到你这么经不住考验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不管我们家人对你怎么好，你都不会感激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、丧良心的东西。山杏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，我说我去问问吧，你就拦着。山杏都气哭了，他是真喜欢你，看不出来呀。再说了，咱们有药，你咋就不同意娶她呢？这到底咋回事啊？说都不干，他是不是怕传染痨病，跟着一块死啊？兴许是呗。没想到大命也会怕死。这小子平时看着挺仁义厚道的，可关键的时候也不仁义了。看来我的山杏真的是没救了，真的是没救了。哭哭，就是得哭。哭都不让人哭啊！啊！你诈尸了！啊！别回去！能不能换一招啊你？会点别的。
老小姐，谁呀？我是鬼火。啥事儿？大小姐，我就想跟你说，丁大命这小子太不够意思了，这不是见死不救吗？我知道他为啥不干，他就怕你把这个痨病传染给他。你说你这个病要是没人给你冲洗，可咋整啊？哎呀，山杏啊，我想了又想，这些年你对我挺关照的，为了你的病，我豁出去了。就算丢了我的命，我也得给你冲洗，把你的命给你救回来。给我闭嘴！臭不要脸！沈星，保命要紧啊！滚！大小姐，保命要紧呐！真，哎。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。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